有人说他的石环是火山口里捡来的，还有人说是墓穴里盗来的。他们给了他神一般的力量，也赋予了他长生不老的魔法。他本可借着石环之力来惩恶扬善，但他想要的只有征服。造了一支石环军团，千百年来他们扫荡了世界的每个角落。他们潜伏于暗中，